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十月十五，公视台记台一播新闻。咱先来关心礼拜三的波及在中华航空飞行机顶头的人员，发觉半空中2000公尺高的窗外有新岛喷射器的人飞过去。今仔日透早4点，泰国宣布首都曼谷进入紧急的状态，本来超过5个人就禁止汇集聚会。嘉义阿里山竹山火车头对昨开始暂时停困，经过一冬搁5个月的改建，才会重新现面，搁再服务人客。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中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又搁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病例，还是30几岁的菲律宾人。真特殊，就是伊隔开14天的期间拢无病症，是搁再10天经过才验出病毒。目前国内计共是531宗病例，咱今仔来听指挥中心曾仁雄发言人上最新的说明。一位境外一路的 COVID-19 的一个病例，那这位是无症状的飞机工啊。那这位是菲律宾籍30多岁的男性移工，在9月17号入境台湾，那到目前为止也是都没有症状啦。他在10月2号检疫期满后，也有就是搭专车到旅馆自主健康管理。那另外10月12号是由仲介安排专车到医院自费采检，那结果是弱阳性哈，所以有在。同日在收住院隔离啊，为求慎重。那10月13号有再次采检啊，那在今天确诊。那车上里面啊的其他乘客啊会列为居家隔离啊。那另外一个是专车的司机就列为自主健康管理。从台湾到日本境外验出阳性的这个部分，还有一例的这个接触者，在台湾的接触者检验中哦。那今天的结果出来，它是它的核酸检测跟这个抗体血清抗体的部分都是阴性。好，再来讲礼拜三下晡，一架中华航空的飞机8点美国洛杉矶机场顶头2000公尺高的时，机内人员竟然看到窗仔外有新岛喷射器的人扫过去的形影，但嘛即时通报因在地主管机关。啊，这也是这个月来第二摆发生有人新岛喷射器飞入去洛杉矶机场飞行管制路线这款情形。美国媒体报道，华航班机一个机组员伫咧当地时间拜三下晡通报洛杉矶机场的航管人员，表示讲伫咧高空飞行的时阵，看到飞行机附近有一个排喷射喷烟的人。航管人员确认了后，嘛随对附近一架准备要降落的班机发出警告，讲关渡桥2000公尺有一个排喷射喷烟的人。这是洛杉矶机场最近第二届有排喷射喷烟的人入去航管路线。好像可以装在背包上面的一个小引擎。然后真正让人可以好像背着这个小引擎，然后在空中里面就是飞行。可是就是你推上去以后，你人可能会控制不好，然后所以他可能会整个倒，就是翻跟斗一样，或者在那边旋转。航太专家分析，排喷射喷烟的人入去航管区，因为是人，所以危险度是比无人机搁较大。啊，不过喷射喷烟若是用了真好，针对搜救任务嘛有加分的效果。像个英国空中救援大队，顶日了就宣布帮个厂商合作，计划推出全球头一个装备喷射喷烟的山难救护人员。在梦伊情景当中，10岁查埔囡仔拄山坎摔倒来，风掉地下。救护人员收到坐票，派装置出发。原本走路爱用超30分钟，无到2分钟地当到位。First flight in Cumbria, for a jet suit that's going to save lives and he's suffering. So incredible moment, truly, truly incredible moment.国内航太专家分析，目前台湾还未引进这种喷射喷烟的装置，未来若是开放进口，一定要照无人机的制度，除了口罩，该限制会当飞的区域立法立管，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关心早起立法院包含卫生、环境，还有经济，几个委员会联合审查卫生福利部针对开放美国猪肉、牛肉所要修改的散装小卖食品标示的规定。在野党的立委有的是质问讲，公务员延长这加工品啊，染着美国猪肉要怎样管制？有的是批评主管机关也无先派人去美国探查牛肉工厂经营的实情，根本就无照法律行。
每年一月初一开始，政府开放有莱克多巴胺嘛，红合作300斤的美国猪肉，啊，佮有30月龄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立法院卫生环保经济等等的委员会，拜时再去召开联席会，针对山庄食品标示规定修正案，等等五案配套措施来进行审查。有立委质疑，虽然国家队拢出现乌心嘴案，无法度确保开放 BDB 牛了后，讲完烟肠肉所等等的加工食品的标示，未有作秀的状况。一个单纯的国家口罩队都会出现黑心的口罩、哦、那真的很难相信这些标章就能够落实在传统市场、夜市、餐厅，还有包括加工品能做到100%无误，所以我们才会订定一个由上而下，从边境一直到我们的加工厂，然后后市场的查验，希望两条管道挤下来，加上人民的一个选择，希望它能够做到最好。另外，毛立委批评讲，根据是安法的规定，开放牛肉甲产品进口进程，卫福部、农委会等等的单位应该先组团出国去查工厂，啊，不过政府的部门却带头违法，无依法行政。如果1月1日以前，你没有依照你送进来的法规命令去执行，你就是违法。部长，如果你说要去系统性的查核，一向都有在查，而且都查的全品项都在查。因为很多民众烦恼讲，干那漂洗产地根本都无哈多本身感受300斤，所以有很多立委要求卫福部照明年底要开始的抽取地来记录，包括热量、咖啡因等等，全部拢爱漂洗出来。针对这件代志，陈市长强调讲，干那漂洗产地是要替国产地来设想，希望大家加买一寡无300斤的国产地吧。记者综合报道。啊！早起，台南市黄伟哲市长也去市内国校现场视察，市府配给学校检验猪肉，敢有加着正肉种的快速试验剂，实际运用的情形。黄市长阁兼宣布讲，为了加强看顾学生囡仔营养午餐的安全，本地是按一间学校一年抽查5次，但有这个配较够，提升做一学期都要抽验10次。有一条线或 T 有一条线的话是含有莱克多巴胺的。啊，两条线的才是没有不含的，不含的。甲学校要煮的冷冻猪肉摕出来，是这滴血水透过检验试剂，看到知影讲敢有300斤。为着要验收学校午餐食材的检验机制，台南市长黄伟哲早起前往丽景国小，而且现场示范市府采购要配合学校的莱克多巴胺快速检验试剂。黄伟哲强调讲，未来若是需要增加检验人力，还佫有经费的问题，市政府拢会当应付。尽管那个总预算已经编定了，但是我们有二倍金，所以说在人员的增聘上，尤其明年1月1日开始，就要再加强检验的频率和检验的这个次数，还有检验的项目，啊，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增加人力配置。原来是一年配一次，现在是一个学期配一次，未来可能考量这个经费充裕够的话，可能会增加配给的数量。每年一月初一就要开放进口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外界重点伫咧校园的检验机制。针对这件代志，台南教育局表示，为着提悬检验量，对原本一年5次的数量，增加到一学期10次的数量。对于未来的通就是物价膨胀的部分，那我们也会考虑说，是不是由我们市政府这边还有我们教育局这边哈，请示他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午餐费的部分提高。我们也确认了，我们绝对是优先采用国产猪，就是不定期的透过莱克多巴胺的检验试剂来检验食品。那如果检验确实，我们移送卫生局就依法来采访。另外，检验的工课是由营养师来负责，啊，若是无营养师的学校，会先训练学校人员的检验技能，再过来评估讲未来感受需要增加检验人力，替学校的中道等来把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屏东县因为11年前的风台山断，好地部落才有起真侪永久厝，予原住民占住。每手街头违章弃弃的情形煞真普遍，早日民众为着官府讲要拆，出面抗议，甚至有人引火自焚。啊，不过早起官府表示为着安全，同款要拆迄栋三楼起营业用的违章，啊，处处也含族人，做伙伫咧现场阻挡甲抗议。还有什么好讲？全员机构停在三层楼高的违章建筑头前，大批警察在现场戒备，就惊发生冲突。屏东县政府经过13抗议自焚的事故了后，也是同款照原本的计划，15早起去马家乡李立立准备把舞台乡代表李金良起的违章建筑拆掉。在有条无政策的，是
李金良甲当地居民做伙徛伫个违章建筑头前，伊讲拆厝是小可代志，抗议是因为政府对研究学配套的措施并无做好势，希望政府会当重新修订重建的条例。另外嘛，希望大家会当重视原住民居住正义甲土地正义的问题。遐那屏东县原民处强调讲，甲拆掉是因为考虑到公共安全的问题。这一栋违建屋，它事实上不是因应居住使用，而是经营商业行为，发生什么样的公安问题，以及山坡地的一个公共安全问题，这是我们必须去严肃考量的。因为你立立有八成左右的研究屋拢有违章建筑的问题，外面处嘛表示，除了这两天要拆的大型三层楼咧营业的建筑物，其他超过研究屋使用情形的，会得名册来管理未拆除。卖继续透过修法等等的方式，争取放任研究屋的限制，来符合族人大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来讲，早起国军退伍也官兵辅导委员会帮社宽主委林立去立法院进前，听到媒体问讲，绿营少年辈对国防也真有研究的吴怡龙，伫咧主张踮厝来做兵，将国防定进生活中的看法，伊是直接表明反对。总是帮主委人立去到国会后，加补充讲，伊无针对个人的批评，只是迄款计划确实无值得考虑。那是个渣男呐、要请他的。退伍会主委彭世宽十五去立法院避询进前受访的时阵，是常常批评民进党智库，也就是新境界基金会副执行长吴怡龙，等于在提出为社区做起伫个厝林做兵、全民皆兵的想法。彭世宽表示，伊家己是支持全民国防，不过徛起伫避询台的时阵，彭世宽对渣男的讲法，敢那拢袂记了了。我的意思是说，不要理他。我讲渣男了吗？我不记得我讲渣男，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年轻人，是是，但是呢，他一些想法我觉得偏离主题。我极不喜欢，我极不喜欢。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叫全民国防。彭世宽驳回讲，伊唔是讲吴怡龙是渣男，是认为讲伊嘅计划无值得考虑，也佫希望吴怡龙唔通伤过艰苦。伊家己并唔是调岗嘅，要若台海情势紧张，美国智库 CSIS 公布民调，支持协防台湾嘅美国民众未少。针对美国敢是会出兵协防台湾，彭世宽有无同款嘅解读？我认为台海的关系嘛，新闻都不要看。真的，我讲真话，我当过情报次长。我看的东西跟新闻都不一样。彭世宽敢那是间接否认美国对台协防的可能性，也若推动募兵暂行条例，期限都要到。立委咨询退伍会，敢是有针对推动募兵制，有进行阶段性的检讨。彭世宽表示，最近要退休的军人数量并无多，今年到达已经有八千多人退伍，也若效果还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昨美国海军太平舰队发布讲，有派一只运载飞弹的舰船驶探过台湾海峡。中国解放军煞尾嘛，伫网络表明，从头至尾拢有斟酌军装监视迄只舰船，啊，要求美国唔通搁再要起事端。总是顶日啊，美国海军的作战部长也破白，讲中国就是因战略布局第一严重的威胁啦。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十四发布消息，正是飞弹驱逐舰贝瑞号驶过台湾海峡。昨天，美军的一艘驱逐舰啊，由南向北航行台湾海峡之后，继续往北行驶，全程都有掌握，而且周边的海空域的状况都正常。台海周边海空域的状况，国军运用联合勤练队的作为都有全班的掌握，请国人可以放心。这是美国军舰今年第十届驶过台湾海峡。根据国防部的资料显示，上一摆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是八月三十一，即刻参议院韦德奇率团访问台湾的期间。那十三是美国海军建军两百四十五周年的纪念日。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针对海军整建的长期规划，都捌讲中国是美国头一个战略威胁，而且强调讲美国海军一直拢伫哩。Today, sailors stand the watch from the Western Atlantic to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from the High North to the South Pacific. Your Navy enables prosperity 24/7, 365 at home and abroad by helping keep the maritime commons open and free.根据华盛顿智库，
战略国际研究中心十四发布上新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的美国人民愿意承担风险，保护台湾免受到中国的威胁。其中对一般民众的调查，满分是十分，台湾摕到的分数是6.69分，其他较排名是南海民国、南韩、日本，分数是比台湾还佫较悬。咱若针对美国意见领袖的调查，台湾是摕到7.93分，其他按排名有日本、澳洲、南韩，分数嘛比台湾还佫较悬。不过，针对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解放军东部战区透过社群媒体发文，强调东部战区全程进行军装甲监视，嘛是咧甲美国讲爱停止伫台海起事的行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国际货币基金 IMF 这个机关，刚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甲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对本地估计倒退4%，改预测做平棒无加无减。不过 IMF 数据地图这个网页顶头，煞甲咱称呼做中国台湾省。外交部嘛讲，已经有指示驻美国的代表处交涉，也望即时改正。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修改今年预估的成长率，和疫情有升高的台湾，嘛都进前的4%，修改做零成长。不过真少来看网站内底，说甲台湾表示做中国台湾省。外交部针对这件代志表示遗憾。是我们对于国际货币基金 IMF 在图中里面不当称呼台湾为中国台湾省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外交部我们表达高度的遗憾。我们呼吁 IMF 要秉持专业中立，必须立即予以更正。外交部我们已经指示了我们驻美国代表处与 IMF 进行交涉，来表达我方严正的立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改选部分成员国，中国搁一届当选，引起质疑的声音。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认为，讲港版国安法实施，搁加上中国对新疆的压迫，拢是破坏人权的行为，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拢爱密切注意，继续监视中国的人权理事会的相关作为。另外，美国大选的台北交往，台美的关系嘛继续变好，啊，不过台美的经济对话当时开始也是无时间表。针对这件代志，鲍秘书长指出，一定有追踪。双方基本上是很期待这个经济对话能够正式召开。那时间点现在因为大家都还蛮忙的，很难敲出一个确切的时间，所以并没有说不会在选前，或者说一定会在选后，并目前没有这样的结论。为着要增加印太国家伫咧音乐秘密保护，啊，佮有所谓侵权防治，台美日会共同举办实行的研讨会，加强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经济部已经有修改中国的人民来投资许可的办法，加强管理佮约束。啊，不过再起后民间团体指出，可能中国的资金嘛会对外国，也是经过侨胞来投资股票，尤其也免过审查。大同公司股份的问题，敢毋是无查都毋知咧？总是主管机关也说明讲，那即层已经有加强咧监督了。大同公司顶一日去予金管会，搁一届查到有中资透过外资身份来进行投资，暗藏真实的身份。迄当阵依法处罚，而且停止股东的权利，限期6个月，甲持股全部卖掉。啊，若是面对中资加做外资来台湾的状况一直发生，经济民主联合指出，因为即马华侨甲外国人投资监管管理办法规定，华侨外国人等等一般外资来台湾涉及买股票机会等等的监管投资的时，无需要经过投信会审查，才会出现空方。金管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制度上的因应对策，我们非常担心这可能会对台湾造成中国政府这个已经触统以商为政的一个非常大的漏洞。今天我们看到所有的中资的争议，绝大多数就是这个管道，但是金管会告诉我们，他没有打算做法规的修正。民团表示，外资的管理办法伫咧1995年废除外资持股进步的规定，啊，毋过到今金管会也无提出配套的办法，洪佩平讲伫制度顶管拢无作为，呼吁爱有应有的对策，而且强调讲，若是外资想要行使股东的表决权，必须爱签毋是中资的承诺书，若是不实，是爱承担伪造文书的罪嫌。另外，该公布最终受益人，避免中资摕到经营权。平常我们也会有监视制度，会去监视，随时会去看。监督看些有外资的一个状况。经济局回应表示，伫咧外资开户的时阵，证交所拢要求讲爱提供相关背景的资料，来确保唔是中资。针对中资，嘛会继续伫咧强化监视系统。啊，若是伫咧公布最终受益人的部分，会过来研究甲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国际，先来讲今日透早四点，泰国宣布首都曼谷进入紧急的状态，并且超过五个人都禁止汇集做伙，目标是要维持和平和国家的秩序。因为自昨到几落千个抗议的人士去到泰国总理的办公厅外口透明汇集，警方当有政府这条新的禁止令做靠山，啊，大肆机出手，甲民众赶散了。虽然大部分的民众在一名抗议领袖宣布集会解散，警方展开管理层都离开，但不过依然有一挂示威者继续维持甲警方正面交手。泰国人权律师组织指出，两名反政府抗议领袖阿农甲帕努蓬被逮捕，警方对此无随回应。泰国政府在十五透早四点透过电视发布紧急状态，禁止五人以上的集会，理由是维持和平甲秩序。并且指出，有真侪团体受邀加入，属于非法公共集会，造成煽动性混乱和公众的不安。禁令同时也针对媒体做出限制，包括可能引起惊吓、关于扭曲信息、影响国家安全、和平和特殊等的新闻内容禁止报道。这是在曼谷继续发布的街头示威，跨美到十五头早，数千名示威者突破警方所做几啊道关卡的路障。向总理帕拉育的办公室挖进，进攻到完全无法度前进为止。示威者以放上头要求帕拉育落台，表示今晚特别困在家，重点至少三天。สิ่งที่เราวางแผนไว้เราถูกสกัดกั้นมาโดยตลอดตั้งแต่ต้นจนถึงกว่าเราจะ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ที่นี่ได้นะฮะมันจะเห็นมีหลายด่านที่สกัดเอาไว้ตัวที่ชีวิตเห็นอยู่附近泰王瓦吉拉隆公参加活动。坐车经过时阵，示威者向前围堵，逼出代表反政府的杀鸡手势。另外，早就等在路边迎接车队，穿黄色顶冠衫的保安派，认为王室先生未当侵犯，甲示威者互相呛声，并且以不敢的手势回应。反民主人士抗议诉求的其中一点，就是王室改革，希望控制王室权力，由民选机关监督。这款的诉求在泰国是真敏感。批评王室上当会当坐到十五年。顶礼拜回国的泰王经过长期踮伫国外，生活奢华引起批评。หนูคิดว่าน่าจะ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บวนเสด็จอะค่ะที่วันนี้มีม็อบไปปะทะกับขบวนเสด็จใช่ไหมคะมีม็อบอยู่แล้วขบวนเสด็จก็เข้ามาปะทะกับม็อบค่ะเจ้าสิบังกูว่าสิ่งก็เวลาบริยาอุกุยหมอไอสิ่งที่ฮังต้องยิ่งสอบีเจ้าผู้อุกีเอ关注จริงใจเจ้าผู้回应抗议诉求力度不如อุกี国会拖延修宪进度自七月顶开的反政府示威潮今麦已经成为泰国近年来统治政权的上大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欧洲这边武汉肺炎近来又搁反严重，病例上届侪人数，前五国目前是俄罗斯、西班牙、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但法国已经宣布国内九大城市要开始实施宵禁，暗时九点起禁止出门。啊，德国有诶较严重诶地头餐厅、酒吧，到甲每暗十一点啊，都要提早停困。法国新冠病毒确诊的病例数超过79万，有要33000人死亡。全国各地病院加护病房有三分之一拢伫咧处理患着新冠病毒的患者。总统马克宏则是伫咧电视专访当中表示，新冠每一天新增加的病例数，要为目前27000人降到3000人或者是5000人。伊嘛宣布讲，大巴黎地区、里昂、马赛、里尔等等九个城市，十七开始暗时九点至早起六点实施宵禁，按算维持四礼拜。不过伊希望讲延长到六礼拜。按算有2200万人受到影响。Tester, alerter, protéger, c'est la clé de la stratégie qu'on doit faire monter en puissance tout le mois de novembre et en décembre. Parce que nous en avons jusqu'à l'été 2021, au moins avec ce virus, tous les scientifiques sont clairs. 同一天，德国总理梅克尔也宣布加强防疫措施的限制。每10万的居民当中，有超过50个病例的所在，酒吧、餐厅，都要在暗时11点进行休困。私人的聚会限制在两个家庭10个人以内。另外，若是一个地区，七天内有10万的居民当中，新增加超过35个新的感染者，所有地点都要强制实施吹暗令。德国新增加的病例数已经超过5000人，这是四月份以来增加的幅度头一届加悬。梅克尔在记者会当中，真慎重特别提醒少年人，唔通关注，嘛唔通开 party。Das Infektionsgeschehen ist eben sehr dynamisch geworden. Wir sehen in unseren Nachbarländern, dass dort sehr einschneidende Maßnahmen getroffen werden müssen. Und was jetzt ganz wichtig ist, und deshalb möchte ich auch nochmal an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appellieren, in dieser entscheidenden kritischen Phase des Herbstes.Ist es ganz, ganz wichtig, dass alle auch mitmachen. Weil 澳洲第二波疫情是来了真凶狂，总确诊的病例数超过630万。俄罗斯、西班牙、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是病例数上届侪前五名的国家。
西班牙确诊的病例数超过90万，十四新增加209个人死亡，总死亡人数达到33413个人。疫情上严重的马德里，病院加护病房已经大到38%。全国平均数是19%。东北区的加泰隆尼亚酒吧甲餐厅十四开始要关起来15天。也若荷兰捷克嘛采取同款的措施，捷克过去两礼拜的感染率是全欧洲第一的，每10万人当中有581.3个感染的病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内下晡上最新的消息，讲近来新台币换美金一直起，外界预测讲200块即坎可能会固定徛在。啊，早起中央银行杨金龙总裁伫咧立法院，伊也讲半冬到一冬中间搁再起落，拍算是会较有限。总是即款情形对高科技的产业料想是无啥影响，啊，若传统产业确实着爱警戒了。今日新台币换美金的汇率突破央行总裁杨金龙的风扇，已经到28，市场预计后一波挑战28.5块的偏坏蓝风扇。早起杨金龙去立法院避询，伊嘛坦白讲，第二以来28块新台币换1块美金，会是新的常态。美元对新台币的汇率1:28，未来可能是个新常态。短期的话，也许它是对的，半年。以内，如果说这个情况都一直持续的话呢，也许我们可以把短期呢看为是一年。面对利率之损，央行感谢出手干涉，尤金龙是无加讲啥，干那强调讲汇率起还是落，全部看市场的景气。除非出现大量异常资金来影响新台币的汇率，央行才会出手调节。啊，若是台湾外汇存底5000亿，美金的部分就占80%。利率反落讲台湾外汇存底救水。外汇咱存底内底美金的部位还占几%？我们大概有80%以上，我们也不考虑去做调整部位。当然我们会调整啊，我们会随时的机动调整。另外，针对最近房市起价，尤金龙表示，目前台湾房市南部是起价，北部有小跨，尤其是台中的房价起上济。针对外界传讲，央行年底进前会出手来打房，伊无正面回应，啊，不过强调讲，即马实施选择性信用管制，唔是适当的时机。对房贷授信的风险控管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呢尚属良好。它的一个呆账率呢，就只有0.14、0.12。因为厝的贷款利率增加，市面上出现90年房贷、40年房贷等等的方案。杨金龙强调讲，央行开始有打电话给银行来关心。啊，若是房价问题，牵涉的范围较宽，需要各部会来合作。若是要打房，认为讲随比选择性的信用管制更加有效。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这个月15到月底，台中市65岁过的长辈时代，拢会当去社区的服务站注公费给付的流行性感冒预防针。啊，市府卫生局也讲，社区服务站预防针无限额，到月底进前啊，保证袂去欠着费。是讲这款情形，高雄煞已经有发生，市民排列注无针，李定华计划要串联抗议了。符合资格注公费流感疫苗的高雄市民来到你的指定注射站，却无通注，立场是无用在接抗议电话，因串联区市议会找高雄市长求助。中央施策逆时钟，逆时钟，我们要疫苗，我们要疫苗。执行了3天以后，发现所有的疫苗全部都不足，注射站全部都撤掉。高雄开放市民到各区各地注射站注疫苗，才执行3天就动点打注射站总体。台中对初九开始针对医疗院所分级限额供应，不过自10号开始，对各社区设注射站65岁以上的老大人都会当注，而且无限制名额。目前是准备150支，但是不够的我们还会再配。台中的梅川东路君安宫社区注射站，才9点过就排满百位老大人单注疫苗，因感觉真方便，免特别走病院，要人烦恼，慢来就注无。也想说早点打，早点保障自己好啊。医疗院所达里有限制公费流感疫苗的注射名额，社区注射站是无制限，民众积极会影响疫苗拍牌。台中卫生局回应，流感疫苗采购73万4000剂，14至48万剂较好，单库存要18万剂，预防断货达里拢会检讨。管控，我们会做一个滚动式的调整。那我们也不排除会下修提供给医疗院所或是卫生所这个每天的疫苗的量。那尽量能够维持天天有疫苗来提供给我们公费流感疫苗对象。目前台中一日疫苗大概注30000剂，10号开始各社区注射站到10号对进前敢那提供65岁以上的老大人注射，11号开始就到医疗院所注疫苗。卫生局指出，今年民众注疫苗的意愿较高，疫苗拢全有够额，只要下注给相关11号半进前拢注得到。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讲立法院已经有决议，要求年底进前，台湾电力公司就要甲本地传要互核能第四厂运用的核子反应炉内底原料棒拢总运出国外。啊，总是早起，原子能委员会谢晓生主委面对立委探问，是讲因为传染症今年存期有误，台电只有是继续释怀。核四厂内底1744束燃料棒，到今已经分七批运出台湾，目前剩240束还未运出，是毋是当照立法院的决议，如期伫年底全数运出咧？一再到立法院教文委员会备询的委员会表示，因为疫情，全球船期受到影响，运送的互相嘛欠费，目前唔敢肯定，但台电已经在想办法。燃料运送外运，基本上它要有燃料运送的互相。过去呢，它都是什么？都是透过这个海运嘛。嗯。那它现在可能可以采用空运的方式了。那这个就把这时程给缩短了。核四厂在1999年摕到建厂执照，期间骨力都来顶年，到今年底特别到期。根据核子反应器设施建厂执照申请审核办法，在建厂执照期限之内，无法度完成兴建，会当在满一年进前来申请。但目前台电还未提出顶年的申请。到期的当然就是失效了，对，失效那就它就不是核电厂喽。它现对。以现在来说，它本来就已经转成资产维护了。万年会嘛证实，除了燃料棒，启动反应炉的中子源嘛要伫年底运出，因为厂内阁有反应器等设备，阁要继续来监督。记者林文华报台报道。再来讲，台中市13期的中卫区当地咧征地开发要起楼啊厝，结果煞去挖到上千年前考古研究讲有人捌住过的形状甲文物。啊，法律是规定啦，挖到考古的位置，地主就要负责研究甲工程的费用。但全国商业总会赖正义理事长嘛讲，政府哪通甲文化资产保护的责任，爱予地主伫咧担当咧？这片土地虽然其中一部分征地已经完成，不过怪手拢已经停工。这是台中13期中卫区，原本开发商上阵这区的交通真利便，不过即马都要暂时停工，因为这挖到1000年至3000年前的考古遗址。咱若挖遗址，还佫有相关鉴定等等的费用，拢爱由建商佮地主来负担。那配地之后，他才能进去开发。那进去开发的时候，就是会。就必须要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去做聘请考古专家学者做相关的那个发掘作业，所以这个费用就是要由他们来负担。台中市文资处表示，13期中卫区有229公顷，下过南区、南屯区、甲乌日区，煞小人煞发现伫即马至少1700年前的麻子堡遗址，还佫有环保镇遗址。原本安定伫2015年完成基础建设甲配地。不过到今，相关的作业拢暂停。上总理事长赖正业讲，最近接到建商甲地主申请，希望会当赶紧修缮。由政府编预算来作为这个开挖、挖掘的探测的费用，不应该由建商来负担这一笔。尤其对于开挖的时程、探测的时程，一待就是5年、10年，对于开发商来讲，成本太重了。罗正业表示，文资保护是属于公共财，无应该把责任撒予建商佮地主。因若根据目前的法规，若是暗藏或者是破坏遗址，相关会当裁罚200万。不过目前暂停开发，安尼唔来影响到公共设施的工程，还佫爱做大面积都市计划的变更，初步的估计都要负担3亿，而且还佫爱先完成配地，原本规划好势的工程卖去迁掉，因来付出的成本恐惊是真歹暗算。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东部的消息，这两日啊，达鲁古国家公园的院口报道，因为雨水拍到半山坪，真侪石头落落来，很歹围扎含插房啊路。为着旅客安全，但院口报道已经封锁，等待修理复原，按算会到19才会搁再开放。来到泰鲁古国家公园的伊亚口步道西边，台管处已经叫起封锁线，禁止游客进入。因为自13开始，花莲山区落大雨，地势未少石头连落来，沿线的天罗岗、下卡的木栈道拢被崩坏，附近的水路古道有部分路段崩起，被封起来。今天把栏杆修拆掉，应该换的都要换掉啊。啊，落石已经清掉了。落石早上清了。是还蛮可惜的，因为毕竟到追入古道是要做申请的。对，那如果因为天气的关系，是还蛮扫兴的。台管处表示，伊阿靠步道防洪海大约350公尺，15早起已经展开清理甲修缮，不过山区也是继续落雨，因山还阁有落石发生，请游客千万唔通进入。
落实闸槐的栏杆跟步道的一些设施。那目前我们已经封闭，看这个状况，如果允许的话，我们会进去清理。那清理完毕，如果没有再任何的灾害发生的话，我们预计在10月19号开放。另外，台北市183.2公里的所在也有路障发生，工程单位当日抢修清理遍布，所以有交通管制，造成太路过口有部分的路段塞车，请驾驶员耐心等待，也是避免这个时阵进入山区。记者综合报道。反头来看，台北市九月初一半暝，台北市立动物园发生一只南美洲引进的食狗野兽，按家己拄出时的幼仔，收出有张电线的位置，脱逃出去的事件。现迄个动物园的人员四界搜查，都有把食狗野兽的幼仔找回来。不过到甲即当阵，拢还未看到食狗野兽秀尾的形状。惠港市区的画面顶端，寥寥会当看到有动物伫水沟内底游。九月初一半暝2点外，台北市立动物园南美大里小红，都安尼爱因囝红豆啊，爬过有设电木线的栅栏走出去。展示场的上岛移动到下岛，然后背着小朋友沿着楼梯进到水壕里面。那一直这样，可能因为它是铁栏杆状的，那可能造成它有机会借力使力就翻过去的那个铁栅栏。八月30打搬去新厝，31因某仔头一届展现给民众看，结果过当天半暝就逃走出去。动物园这边唔敢大意，动员大批的动人敲催，初一下晡有找到小只拉力，不过拉力某却一直找无。也去设了8组的诱捕笼，还有8组的自动照相机。这么多的努力量之下，我们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小食蚁兽在我们目前布点的范围内活动的迹象。热带的动物，可是到了目前为止，天气对它们越来越不利，碰到我们本土的白鼻星，白鼻星的攻击力是比小食蚁兽要强很多。那更不要讲，如果碰到狗。人类有做过相关的检讨，而且定了搜救计划，目前也还在搜救告一个段落，将他们的检讨内容送来，我们才会做后续相关的处理。因为动物园是属于台北市教育局下卡的单位，教育局嘛回应讲，等敲催作业结束，后手会订定动物脱逃通报的标准流程。动物园目前甲整体的作业设定底线，伫咧10月底进行总检讨。嘛强调讲，逃走的消防是真无胆，评估对民众、动物还有环境未有危害，大家唔免伤过惊吓。若是民众有发现垃圾，希望当保持安全距离，嘛赶紧通报，希望伊会当平安倒返去动物园。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桃园大溪内栅国校已经百二岁，今真侪老师甲学生嘛邀请讲，下礼拜六校庆。出业的校友都要回来给学校做百二岁生日。公路拍鼓真热烈，由人师加三太子拍斗阵。内沙国小全校学生创意造型社区菜鸡，要邀请校友二十八日校庆当外鸡，同齐庆祝学校120岁生日快乐。沿途有真侪家长热情加入。非常开心，每个人都非常的激动。沿途有很多人，大家都很热情。对，我们跟他们挥扇子，他们都会理。开心吗？开心的。你这次最重要的任务是？参加。表演。对。希望大家来参加，相信吗？对，我觉得就能参与小朋友的一些活动，我觉得很棒。对，大家都很开心，很活泼这样子，小孩子很热情，而且很热闹。虽然都是小班制，但是同学还有家长、老师都很好。位于大溪区的内沙国小，成立在1901年，是桃园第二老的学校。日本时期初创，只是在信江中心仁安宫边仔成立大溪看工学校内沙分校场。1905年，独立小校叫做内沙公学校。即马有6个班，学生99人，是风景区内特色的小小间学校。内造国小这边是因为是一个非常棒、非常有温暖的社区。因为120周年校庆是双甲子，我们欢迎校友回来，同时让我们的孩子跟社区的信仰中心结合在一起。参加最后，学生也伫社区信仰中心仁安宫前表演，甲进行祈福仪式，祈求师生一切平安，校庆顺利圆满成功。记者综合报道。
国校讲原来讲高中，全国高中教育产业工会调查上千个高中高职的老师，讲108年度新课纲实施到今，竟然有45%的老师教课的时数，一礼拜超过5至9节，可见老师的压力甲负担嘛加真重。今年九月开始，全国各高中级已经有2年级的学生正在进行108课纲的课程教学。专中教经济我千分的高中级老师文刚指出，96.9%的老师认为讲教学的负担是变更较重。我们过往没有看到的，比如多元选修，它的开设的堂数如果增加，种类如果增加，它课堂就会出来。校定必修，它如果原来是没有的嘛，那现在新课纲也因而来，还有专题。开发新的课程，因应111年的大课，佮协助学生的学习拟定档案。不过新的课纲实施了后，大班的老师员额编制也是2.25人，加出来的工课造成老师超时上课。有45%的老师超整点上课，5节到9节，同一个时间点，全校总嘛回收我1500分高中级老师的文卷，统计高中级老师平均超整点上课4到5节。现在最重要的其实应该是要争取的是赶快把员额限制先打开。国教署现在还在控管10%啊，没有给足。全教总指出，合理的增加现着教学的人数，降低班级的人数是教育部一定要处理的问题。专中教是讲降低基本上课的时间，而且把老师的作业保护满，但是无法度一届就保护好，至少是3堂1期，看要安怎增加，卖让老师感觉无遗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若要去阿里山看出日，往往会照路经过竹山火车头。总是竹山车头这片建筑已经服务34年，对昨开始也暂时停困。未来经过1年又5个月的改建，才会重新和世间人搁再见面。车头标示31号到25号的蒸汽火车，慢慢驶入去阿里山竹山站。这是去年庆祝阿里山铁路通车107年。2台104系蒸汽火车同时出现庆祝的历史镜头，这是今年10月13日105系 SL31 百年蒸汽火车搁再启动，也是竹山车站改建前最后一班列车。这34年来，至少承载了国内外1500万游客的搭乘，我们争取得到前瞻经费1.3亿。我们预计用17个月的时间，会重新建造一座更亮丽，也是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竹山车站。竹山车站伫咧嘉义阿里山乡，海拔2451公尺，是全台湾上高的车站，也是国人自建的第一条登山铁路，提供游客去看日出。客运到即马已经34年，载运超过1500万位旅客。因故因为建筑物老旧，自10月开始改建，工期17个月。新站是月牙湾造型，是一座环境友善的智能车站。伫咧改建的这段期间，竹山线列车会改停花对高滑车站。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公园来讲，云林土库越港社区特别申请计划补助，还邀请北港吴定兴老师傅来社区教老大人做花灯，众人合力制作出一只夜光龙，也表现出社区团结的精神。看到社区的阿公阿妈这专心，才知影因为着这批夜光龙花灯伫咧拍拼。云林土库越港社区去申请到中华生活美学馆的计划。大家同心协力做花灯，要来增添自己的社区。我们这一次透过彰化美协馆，我们申请的计划，结合越港居民跟土库国小越港分校的学生呢，一起做这条夜光龙。那希望把越港的文化落实的传承下去。人讲万事起头难，即阵阿公阿妈永过拢唔捌做过花灯，即回说爱自己来设计规划，有影是真甜头。好佳哉邀请到北港德义堂龙凤西艺店的团员吴定兴老师来指导，也让花灯的制作更加顺利。那做的这个龙是用花灯的概念去设计，啊，一开始骨架对在妈妈来讲是比较辛苦，啊，过来但是到尾啊咧高步就是因专业啊吼。照着做这批龙吼。啊，都啊凝聚这个咱社区的一挂会员吼，啊，大家做会出来。众人若同心，日照两人万点金。透过计划申请老师的团结，把家己的生活经验贡献出来，完成这批夜光龙。这批金龙，那是社区的标志，也是众人团结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
我来看新竹的内湾老街有一间古戏台，早前当地人娱乐消遣拢来吃，因为时代变迁，这当阵是拍戏，啊，第二礼拜六才会搁再放电影，咱做伙来了解内湾的文化甲历史。来过台湾的游客可能知影这间老戏院，永过上兴的时，戏院逐天满座。不过时代改变，民国70年戏院收起来了后，白放放二十多年，后来处处重新修整，老戏院再个碰到新的出路。那时候真的是天天客满啊！他开始的时候是演客家采茶戏啊、三角戏啊，然后最后后来呢变成歌舞团啊、魔术啊、杂耍团，一直到后来在民国六十几年成为一个桃竹苗唯一的牛肉厂。台湾的王力宏情，别在过去真正电影内底出现，亲像踮在河畔青草青、春秋地势、稻上、乌皮甲白叶等等。都嘛在遮取景，即摆台湾电影文化节卖在十七号迄天片场放映。到内湾当天呢，你游一游的时候，晚上看了《黑皮与白牙》，再来对照我们这个以前内湾大概五十年前的场景，到底是长怎么样？你会有一种这部怀这个历史的感，进到历史的感觉哦。内湾早期的发迹，不管是它以前的煤矿、木材、伐木等等，这些都是从我们的早期的文化开始。然后到后面整个内湾的发展的部分，其实充满了很多电影场景的一个拍摄。这摆香港所希望透过电影怀旧，结合老中青三代人的共同记忆，游客把通好进一步了解台湾的文化历史。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再来讲，长期来人民做主教育基金会拢经过征召，甲卡行台湾，宣扬台湾人爱做国家主人的精神。今年因也办摄影展览，分享过去这二十多年行台湾路、鼓舞人民做主的过程。人民最主教育基金会的志工伫桂林啊，穿因的制服，在2017年12月7日列队摄总统府挂牌三年，要求立法院速速完成公道法保证，记录当当时警察行伫咧志工边啊，慰安静静的这个摄影师，也是基金会志工张东科，讲起这段记忆犹原真深。我即马看起来稍微趣味，因为我迄当时实在是足紧张啦，因为规排。你也会使看到一排黑一排白，哦，我感觉这是足强烈的对比啦。唔，那这张相片，刘东科也记录到美丽岛事件受难者林吉雄先生，在咧林家黑暗发生了后的36年，含人民最主加大志工团做回去敬美人权文化纪念园区第一法庭的情景。尾后有志工头头问讲，林先生，你对这这所在，你敢有来这有啥物感受，加记啥物代志？伊都笑笑讲，拢袂记啊。哦，伊拢袂记啊，哦，淡忘了这个方式啦。六当前，张东科加入人民最主基金会，伊行伫咧队伍的外口，真实记录志工一步一卡印，行伫咧民主前辈的后壁，推塞民主的陈立路。这个相片也已经伫咧云林含中华等时过，即阵是来到台北的北回寮分区上尾站。当咱执政的时阵，大家拢向政府的机关里行的时阵，咱阁有人要来做这款超紧的运动，这是上感动人的代志。伫咧展览区现场替人导览，今年69岁资深的志工邱丁啊，已经对基金会行大26年，要和因翁伫咧反核市公道到发传单，虽望因翁已经无伫咧啊，不过伊还是继续行。对乌头毛行到白头毛。啊，对，足够行，行到即马无定得要袂行，不过嘛是得爱阁继续宣扬迄个人民做主的理念。我相信只有透过遮个法定的降低，才会当有效来提升人民参与遮种公共事务的意愿甲能力。今年人民最主志工团主心伫咧撒降低休闲的服装，因讲无论好天也歹天，因拢要继续行，用恬静的方式，善用台湾人就爱做国家主人的愿望，深化民主。记者阿敏晶、陈宝罗台北报道。再来讲，这礼拜六，台语文社和台台学生会会伫台台学校来举办以本土语言当作主题音乐表演和展览活动，望要让少年辈轻松听歌，也得爱心中看待咱的母语目前的遭遇和处境。台台博雅教学馆一楼未少学生在讨论作业，
边啊边顶关十外包海报，写戒严时期国语政策、本土语言现况甲未来保存。真侪学生成真无发现展览，而且小学毕业了后无阁学本土语，阁唔捌讲过。较少咧听啦，得将会。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台语要怎么说，因为我们已经离本土语言蛮久，就家里也，我自己家里也不太会讲本土语言。越来越多人不要讲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但过在大学校园复兴本土语的基地和转型正义成败比起来较少数。学生会和台语文社去年底有举办全本土语音乐节想法，原本是会要办，但过受疫情影响延到10月17日。以客语、原住民语跟台语为主，那所有的乐团都是唱本土语言的歌。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跑音乐季啊，跑乐团，让大家了解到，就是其实我们这些自己的本土语言啊，就是母语啊，其实也可以像平常喜欢做的事情啊，那么光就是很时尚啊。音乐节总经费不到70万，大学生以公益介绍邀请关怀乡土的客语创作音乐人林兴雄，台语摇滚新势力百合花等乐团演出，也过异地对讲，用好声方式包装严肃基地，予更加侪少年人重新熟悉本土语。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国外的消息，欧洲的芬兰这国南部一个城市，正在推动真创新有变巧的个人碳交易的制度，鼓励民众坐公共交通工具减塞车，啊，替地球省下来减排的碳，搁会当换咖啡来啉。在芬兰首都东北边100公里的拉赫地区，居民大部分拢是开车，为了要鼓励民众节能减碳，发展绿能制度。政府自去年9月开始推动个人碳交易制度，用手机 APP 程式就能了解每天在交通方面排多少二氧化碳。You will get a personal budget that will be renewed weekly, and then when you travel around, you have your location on and your app is in your pocket. It will automatically detect your mobility, and it will know automatically if you are taking the bus or if you are taking the car, and then it will calculate the CO2 that you are producing. 根据这项研究，拉赫地区平均每一人一礼拜排放21公斤的二氧化碳，那是甲本来爱开20公里的车，改做坐大众运输或者是骑脚踏车，就能减少1/4的排碳量。这个 APP 也会让你回馈奖励，会当一个换咖啡、过两个公车票等等。已经有2000人参加，大家开始思考安怎做上环保。For instance, now I went for a hiking weekend.And we did maybe 10 kilometers, 15 kilometers hiking, but I had to travel 100 kilometers by car. So after that, I checked out the app and I was like, was that a good thing? Maybe for me, but not for the environment. 拉赫地区推动个人碳交易，目标是到2030年进程达到一半以上的交通方式改制永续模式。目前已经达到44%，效果未歹。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因为传染症影响经济，但有愈侪印度的幼囡仔为着家庭，都要放弃读册出外做工，总是这个歹命的囡仔工，也较会变作人口买卖对象。在顶礼拜，伫咧新德里一间餐厅加一间汽车修理厂，拯救动力运动的成员加健康救出12个无到18岁童工，因一工就要做16点钟，薪水真少。根据印度的法律。禁止头家请14岁以下童工，14到18岁是袂当伫咧危险环境工作。不过，联合国估计印度童工嘅人数，5岁到14岁这个年龄层有1000万人，有报道是讲总人数有到5000万。伫咧疫情发生之前，印度就常常看到囡仔伫咧路嘅卖花，或者是捡塑胶囡仔做回收。疫情发生了，真侪回乡的义工无头路，厝内经济变歹，有真侪囡仔就被迫无去读书，到三港趁钱。So they were not able to have any income. So to supplement the income of the parents, the children are coming to work. They are being and they become an easy target for traffickers. They are not paid much. They are easy to bring. So they bring them.拯救动力运动组织自4月到即马已经救出1200位被剥削的童工。这个组织的创办人2014年甲巴基斯坦的查某囡仔马拉拉最近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沙提亚提是讲，
已经加深社会无平等，尤其是边缘弱势族群的后一代受害上深，因被迫离开学校做劳动工作，甚至被性虐待。For child sexual abuse and production of pornographic material is growing during the lockdown times and the COVID-19 times. And once they fall into that trap, they could be pulled into prostitution and could be trafficked easily.印度童工甲儿童性剥削的情形，因为疫情变作更加严重。沙特阿提希望印度政府正视即挂因为散车所产生的社会问题，那么会有更加侪囡仔受害。记者综合报道。刷落去，咱来看各地头温度的关系，做伙了解下半波天气的变化。嘉南、台北、新北、桃竹苗，25度到31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7度到32度；台南、高雄、屏东，26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25度到30度；今晚澎湖，22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